我陪女朋友住了七年地下室，给她写了几十首歌。后来她红了，自己写了一首情歌。采访的时候羞赧的说要送给她最重要的人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写给她助理的。吃饭的时候，兄弟突然兴奋的拉住我：“你家柳如烟发新歌了，这次居然是小甜歌啊！”我拿过他的手机，视频里柳如烟正在接受采访。主持人问他：“听说这首歌是你特意为一个人写的，可不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是谁呢？”柳如烟嘴角勾起。 对着镜头道：“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人，他陪了我很久，也带给我许多灵感。杀人别用狗粮道兄弟捂住脸。你家老柳还真是酷死了。”我眼里泛起笑意，和视频里的柳如烟对视。我陪了柳如烟七年，他所有的歌都是我作词，他作曲，他为我写了十几首伤感情歌，这还是第一首节奏轻快的小情歌。视频继续播放，柳如烟带着质感的声音传出，我干脆撑着下巴听着。这首歌不是我作词，感觉确实和之前很不一样了。然而。 高潮部分响起的时候，我心脏却突然停跳了一拍，耳边嗡鸣。我顿了许久，用有些发凉的指尖把进度条向回拖动。那一句歌词横冲直撞进我耳朵，我没听错。你耳后三颗痣是烙在我心上的名字，我背上没有三颗痣。一瞬间，我感觉大脑一片空白，眼前的一切似乎都消失了。等我回过神来时，只觉得浑身冰凉，如坠冰窟。兄弟纳闷道：“你脸怎么白了？不舒服啊？”我稳住身子站起来。 强撑道：“没事儿。”突然想起来家里衣服还没收，我先回去一趟。直到深夜，柳如烟才回到家。我坐在客厅里没开灯，她开灯的时候吓了一跳，摸着心脏道：“吓我一跳！你坐这儿干嘛呀？吓死我了！”我注视着她，轻声道：“你发新歌了？”“是啊。”柳如烟低头脱鞋，“怎么了？好听吗？”我颤声道：“是写给谁的？耳后的三颗痣，到底是谁？”柳如烟动作一顿，随即抬起头来。 魂不在意道：“这不是为了押韵吗？当然是写给你的。”我冷冷的看着他。柳如烟走过来，抱住我，在我颈窝里黏黏糊糊的撒娇。这是第一首我自己作词作曲的歌，你也知道，我只会写歌，不太会写这些词。为了强行押韵，没办法吗？你不喜欢的话，那我换一把。他的眼睛在夜色里被窗外的霓虹映成幻彩的颜色，温柔的好像一个虚幻的梦。我就换成你鼻尖的一颗痣，好不好？我松了口气，挥开他的手，不用了。 不过下次别写这种容易让人误会的歌词，你今天吓死我了！他抱住我摇晃，知道了，你就是想的太多。深夜里，柳如烟已经熟睡，可我还是睡不着，干巴巴的睁着眼。说实话，我已经是个二十八岁的成年人，柳如烟的这套说辞牵强的可笑，我并不信。可是我更不想相信他的心游离到了别人身边，只能逼着自己相信。从十九岁那年初相遇到现在，我们已经在一起九年了。那时候我是 Top 二大学文学系大二学生。 而他是天桥下带着吉他自弹自唱的流量歌手。我还记得第一次见面那天，他在海边弹唱《我心永恒》，阳光洒在他身上，他的侧脸隐藏在立体五官下的阴影里，眉毛微皱，带着一丝有些不耐的洒脱。当时我就想，这个女孩长得可真好看，画似的，忍不住停下脚步听她唱歌。说实话，柳如烟的英文有些蹩脚，但是她的声音带着一种无与伦比的质感，说不好那是什么感觉，沙哑又清澈。她唱完后。 我往他面前的盒子里放了一百块，他挑挑眉，浅褐色的瞳孔映出我的脸，这么大方，兄弟，再送你一首吧，你点歌儿。我忘了当时点了什么歌，只记得我听了一首又一首，直到夕阳西下，天边像是海水滚进了沸腾的岩浆，灰蓝色里泛起一抹褪色的金，像是什么真实又虚幻的油画色彩。那之后，我每天都去听他唱歌，每次都给一百块钱，给到第五天的时候，他拽住了我的手，差不多了，你还是学生吧，留点钱吃饭吧。 我当时脱口而出：“我有钱。”他却笑了，半晌后伸手摸了摸我的头：“行，你有钱，那请我吃个饭吧。”我们吃了一顿海鲜小面，吃完却是他主动结账，然后告诉我：“以后你来点歌，我免费唱，甭给我钱了。”临走之前，我鬼使神差般的叫住了他：“能留个联系方式吗？”爱情来的时候不讲道理，很快我就搬进了他那个阴暗窄小的地下室里，和他同居了。我这才知道，柳如烟一直有个音乐梦，他已经北漂了一年多了。 只为了碰上赏识他的人，当时我们以为好日子很快就会来的，只是没想到这间地下室一住就是七年。现在他终于红了，我们也有钱买房子了，终于不用再吃苦了。我不想相信，我陪了他这么久，他会喜欢上别人，我也不能相信。第二天，我没打招呼就去了柳如烟公司，前台不认识我。我给柳如烟打了电话后，她急匆匆的下来接我。我提起手里的饭盒，你不是想喝豆腐鱼头汤，从早上煲到现在呢？ 他却一丝欣喜都没有，脸上带着不耐和一丝难以察觉的慌张。“你来干什么呀？”“我晚上回去喝就是了。”“我正忙着录歌呢。”我低下头，声音里不带情绪：“我就是想来看看你梦想实现的地方。”柳如烟正想说话，她身后突然走出来了一个男生。那男生满面笑容，穿着一身八宝莉的风衣，看起来很有气质。他笑着接过了我手里的汤：“是姐夫吧？”“没事，如烟，让姐夫上来吧，我陪姐夫转转。”柳如烟一顿。 有些无奈道：“那行吧。”男生朝我勾起嘴角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觉得里面似乎有一种挑衅的味道，好像是在嘲笑我，我央求都求不来的事情。他只需要一句话罢了。这种态度让我很不舒服，但我还是跟了上去。柳如烟磨磨蹭蹭的不想去录歌，还是被这个叫伊藤诚的男生赶走了。他笑着推着柳如烟的背，不许偷懒，姐夫交给我，你放心。柳如烟看了他一眼，只能走了。喝什么？柳如烟走后。 伊藤城脸上的笑意就淡了，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礼貌。咖啡，还是红酒？我们这里的咖啡豆都是香格里拉庄园出产的，很不错哦。我拒绝后，他也不介意，随意的坐到了我身边，给我倒了一杯红酒。法国红酒，尝尝吧。我没弄明白他的意思，却看到他拿起高脚杯，优雅的晃了晃，看着里面的酒液，漫不经心道：“红酒需要窖藏一段时间才能产生香气，不过也不能藏太久，时间太久就变质了，只能扔掉了。” 你说对吧？我这才恍然，原来他是在意我跟柳如烟在一起时间太久了，关系已经变质了。这个男生看起来对柳如烟有意思。我轻笑一声，窖藏多久也是主人说了算，轮不到外人说三道四吧。伊藤诚却不怒反笑，换了个话题：柳如烟的新歌好听吗？我警惕道：挺好听的。怎么？我也觉得挺好听的。这还是他第一次自己作词作曲写歌呢，这种风格真的很适合他，比以前那种苦大仇深的好多了。他随意道。 哦，oh, 对了，我昨天去理头发，那个学徒不小心把我耳朵划伤了，最近在擦药，你能帮我看看我的伤口还发炎没？说着，他也不等我回话，自顾自站到了我面前，把耳朵向我一侧。然而，坐在椅子上的我却突然手脚冰凉，直直的看着他耳后的那三颗痣。我的脑子一瞬间放空，眼里什么都没有了，耳边如肋骨般鸣颤。伊藤诚看到我的反应后，得意的一个转身。他说了什么，我全然没有听见。然后眼看着他潇洒离去。 我过了一会儿后，梦游似的跟出去。路过隔壁录音棚的时候，却看到柳如烟抱着伊藤城，他背对着门口，没看到我，双手环着他的腰，无奈的笑。他还在呢，别闹。哦，原来我已经成了一个生疏的他。伊藤城侧眸看着我的眼神里带上恶意，轻声问道：“被发现怎么了？正好跟他摊牌，你不会更喜欢他吧？”“怎么可能？”柳如烟立刻否认。我现在摸着他都没感觉了，跟左手摸右手似的。你不知道他这个人其实没劲透了。 只会围着我转，不像你这么狗人。伊藤城嗤笑，人家还给你煲了汤呢，鱼头豆腐汤。他该不会以为你在这儿连饭都吃不上吧？柳如烟扫了一眼桌上的保温桶，眉心拧起，不屑道：“无聊。”说着，他干脆拎起那保温桶，随意的朝着垃圾桶一扔。咚！那桶我从早上五点就开始熬的汤，狼狈的躺进垃圾桶里，跟我一样成了被人抛弃的垃圾。他把脸凑到伊藤城颈边，略带沙哑的暧昧嗓音带笑。 不提他了，扫兴。剩下的话音被吞掉，伊藤城红唇微仿，对着我露出一个胜利者的笑。我忘了我是怎么走出来的，我只记得伊藤城最后似笑非笑地问我：现在谁才是外人呢？识相一点，你最好自己离开。柳如烟已经不是你能攀得上的人了，你还不懂吗？你们已经是在两个世界了。走出几步，我回身仰望这栋灯火通明的大楼，这是最好的唱片公司英兰的总部。 也是柳如烟梦开始的地方。曾经我们晚上总是会散步到这里，柳如烟就会意气风发的指给我看：“季伯达，以后我一定会来这里。”我每次都笑着握住他的手：“你一定可以的。”可是那几年真的好难啊！全国的人才都挤在北京争一个出头的机会，会唱歌的人过江之计一般，他根本就没有崭露头角的机会。我还得给他作词，给他录歌，上传写简历投简历，压根就没时间出去正经工作。最难的时候，我们缩在几个平方米的地下室。 头对着头一起吃一碗素面，他吃着吃着就哭了，眼泪掉进面里。我急道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柳如烟低头道：“季伯达，我们好像两只阴沟里的老鼠啊。”我一怔，默然无语。他说的对，我们甚至连阴沟里的老鼠都不如。想出人头地，怎么就这么难啊？夜里我们舍不得开空调，就着一楼的地暖蹭一点热气。刺骨的潮寒顺着人的骨头缝里往里爬，我浑身冰冷，却还是把柳如烟搂在怀里。他问。 博达，你本来该有一个很好的前程的。他的话里带着小心翼翼的惶恐，和我在一起吃苦，你后不后悔？我只是将他往怀里更紧的拢了拢，轻声道：“我不怕吃苦，我也不后悔。”柳如烟似乎又哭了，她那时候不知道怎的，总是很爱哭。我感觉头顶传来一滴湿热，她把头埋在我脖子上，嘶哑道：“我不会辜负你的。”北京的冬夜，寒风从灯火里穿行而过，我定定的看了许久，直到眼睛酸痛，掉下泪来。 誓言只有甘心被骗的人才会记得，他大概早就忘了吧。回家后，我开始收拾行李。其实柳如烟的游离早有预兆，他开始回来的越来越晚，也越来越少跟我分享生活。我还记得他刚进英兰的时候，整天给我发视频，他像是个看到了新玩具的孩子，连午餐都要给我拍一拍。今天吃糖醋肉、炸鱼和炒西兰花。今天中午有鱼香肉丝啊，不过没你做的好吃。老公，这里的酸奶好好喝，晚上我回去买给你。真奇怪。 明明已经走到这个地步，却总是忍不住想起那些好时候。只是曾经让人想起来就嘴角带笑的记忆，却变成了尖刀，一刀一刀剐的人鲜血淋漓。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就再也不会给我发消息了。有时候每天我给他发两三次信息，他从来不回，只有偶尔有事找我的时候才会回上一两个恩字。大概从那时候，他身边已经有了其他人吧。只是我总不肯信，一直在自欺欺人。习惯真的是一种很可怕的东西，习惯了和一个人在一起。 哪怕让人心痛，也不愿意离开，勉强维持着虚假的圆满。只是现在，伊藤诚将这一切血淋淋的剖开在我面前，我就再也不能装糊涂了。我忍不住弯下腰，眼泪砸在地板上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就这样了呢？我在客厅里坐了很久，柳如烟才回来。她的态度丝毫看不出端倪，笑着把衣服挂在架子上。今天的汤真香啊，老公，明天再熬一次好不好？我慢慢转头看向她，轻声道：“你喝了吗？” 当然了，他的脸色如常，一如之前的每一天，看不出任何破绽。我忍不住想，是不是之前每一天他都是在外面和人亲热完了，然后回来对我戴上面具呢？只有我还傻傻的以为一切都没变。柳如烟穿上拖鞋，边走边说：“经纪人说我的新歌表现一般，没有之前的歌反响好，还是之前那种风格适合我。”老公，你什么时候才帮我写意？他没说完，我打断他道：“如烟，我们分手吧。”嗯。 他似乎没听明白似的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低下头，我们分手吧。你是不是今天听人瞎说什么了？柳如烟一下子慌了神，眼底涌上湿热。我倔强的不肯让泪落下来，强撑着平静道：“我看到了，你今天抱着他的时候，我就在门外。”柳如烟想要握我手的动作僵住了，半晌后，她慌忙开口：“我就是一时糊涂，老公，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我对他真没感觉的，就是他一直勾引我，我没忍住。” 你相信我，他拦在我面前，红了眼眶。我不能没有你，我和他真的就是玩玩而已。我认真的用眼神描摹柳如烟的轮廓，比起九年前，她更加美丽动人了。尤其是现在有钱了，当初眉宇间的青涩尽数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成熟女人的魅力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好久没好好看过她了，我竟觉得面前的这个女人有些陌生。我摇摇头，别说了，我一会儿就走。十一给我吧，十一是我们一起养的一只乌龟。 因为是十月一号我生日那天买的，所以叫十一。那时候我很想养的宠物，其实最喜欢的是蓝金渐层的小猫，但是太贵了，我们买不起。柳如烟大概是看出我的失望，在我生日那天神秘兮兮地带回了一个盒子。在我惊喜的等待中，他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只半个巴掌大的小乌龟，瘦了精，四只头尾都缩了起来。我笑骂他：“我要个带毛的，你给我买了个带壳的回来。”柳如烟急着解释：“养好了也能带毛，绿毛龟你没听过吗？” 片刻后，他低下头，有些失落道：“我现在还没钱，以后我有钱了，一定给你买，好不好？”我抱紧盒子，在他脸上亲了一下，欢喜道：“我很喜欢。”后来，我们把十一叫成儿子。我懒得换水的时候，柳如烟会一边收拾一边跟乌龟碎碎念：“你看你爸都不管你死活，还得是你妈对你好。”而现在，他已经不知道多久没有去看一眼十一了。柳如烟还在解释，他懊悔道：“我就是一时没把持住，那个男的太吸引人了。” 老公，老公，你信我一次，是我该死，是我傻逼，你打我也好，骂我也好，就是别不要我。他可怜兮兮的趴在我腿上，求求你了。他向来知道怎么对付我，当初他把我给他填词的一首歌偷偷卖掉，我也很生气，提过分手。他也是这样放低姿态求我耍赖，终于把我哄好了。我摸着柳如烟的头发，轻声道：“如烟，寻求新鲜感是动物的本能，但是人不能是单纯的畜生。”柳如烟一顿。 脸上带上一丝不耐，却还是勉强压住，柔声道：“你说的对，我知道了。”我继续道：“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会对这段感情觉得腻，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，所有的新鲜感都消失了，觉得无趣是正常的。但是如烟，我也有过背叛的机会，不是我不能，只是我不想伤害你。”柳如烟默然。当初我在学校的时候，也有几个女同学追求我，甚至还有隔壁大学的学妹在辩论赛后要了我微信，要请我吃饭，我没有犹豫就拒绝了。 只是后来聊天记录还是被柳如烟看到了。我第一次看到他发那么大脾气，怒气冲冲逼问我到底对人家有没有感觉。我莫名其妙，怒道：“你就这么不相信我？”柳如烟却慢慢红了眼眶，她蹲在地上，双手捂着脸，声音里带了一丝颤：“博达，你不知道，我很怕。你这样的人怎么会愿意和我这样的人在一起呢？我有时候总觉得这是一场梦，生怕梦一醒，你就消失了。”我当时心疼的用力抱住他。 跟他承诺，我永远都不会离开。谁能想到，先离开的竟然会是他呢？我缓慢却坚定地推开他。如烟，我们不可能了。他有些恼羞成怒地抬起头，大概是觉得求了我这么久还被拒绝，有些没面子。他现在红了，走到哪里都有人前呼后拥地喊着“刘老师”。他早就不是当初那个缩在地下室的柳如烟了。果然，柳如烟站起身来，脸上的表情变了，冷冷地看着我。季伯达，我是错了，我承认。 但是我现在的身份地位，有男人往上扑再正常不过了。我已经拒绝很多次了，我又不是圣人，偶尔犯的错怎么了？跟我一样情况的还有几个跟原来的男朋友在一起，不也就只剩下我了吗？这还不够吗？你要什么我没给你？我看着这个爱了许多年的女人，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。她变得这样陌生，竟然让我有些不认识了。我站起身来，沉默着拉起了行李箱要往外走。我不想把分手闹得太难看，又哭又闹。 两个掌握着彼此所有软肋的人自相残杀，就到这里吧。柳如烟暴怒，猛地把桌上的东西都扫到地上。你以为我离了你就活不了了吗？现在有的是人争着抢着给我写词，你滚了就别再回来。季伯达，他颤声喊道。我没回头，抱着十一关上了门。一道门如同山海，将我们彻底隔开。离开柳如烟后，我随便找个地方住下。简简单,单单的小房子，没有他后来的买的别墅那样豪华。 也不至于像从前地下室环境那样恶劣。他给我买的衣服我都没带，只带走了自己的几件 T 恤和十一的水盆。失恋像是心上的伤口，一开始不适应的时候确实痛彻心扉，让人整夜整夜的睡不着。尤其是摸到身边冰凉的床单时，或是无意中叫出那个熟悉的名字后，长久的沉默逼得人简直要发疯。但伤口再深，也总有愈合的时候。慢慢的，那疼麻木了，也就渐渐能睡着了。和柳如烟分手后，我没有告别作词这一行。 我给柳如烟作词九年，一开始我们俩都籍籍无名，但后来随着她一首歌突然的爆火，把我俩都带红了。只不过我一直用的是代名三申，也从不在人前露面。现在我的作词已经能卖到两千一个字了，一首歌下来一二百字也能赚个几十万。之前柳如烟不许我给别人写词，我也都顺着他。不过现在我也不需要顾及这些了。六月的一天，我去兄弟家吃饭的时候，突然在电视里看到了柳如烟的采访，记者的问题很尖锐。 网友们说你最近的歌都是一些口水歌，完全没了之前的感觉。请问你对这个问题怎么想？柳如烟勉强维持着笑容，然而作为枕边人这么久，我轻而易举地看出了他眼底的恼火。他故作轻松地说道：“怎么说呢？我觉得一个好的歌手应该多方面发展，不应该拘泥于一种风格。这也是我在创作上的新尝试。希望大家不要给我贴上刻板的标签。”记者步步紧逼，可是你不觉得这种风格很不适合你吗？据我所知，今年的烂榜歌曲你的志》。 也上榜了，大家都觉得这首歌很低俗。柳如烟再也绷不住了，冷了脸就走。经纪人赶紧护着她离开，让让，我们的艺人今天身体不适，请大家让一让。兄弟嗤笑，看来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。什么你耳后的三颗痣，还有什么两个人的床在海上飘荡，说来说去不就是描写那点事儿吗？真够恶心的，也好意思唱出来。不是我说，柳如烟离了你，怎么只剩下这些垃圾了？我沉默的看着电视。其实柳如烟不是没有才华。 只是很多时候创作都需要感觉。当初我们那样苦，除了爱情外一无所有。他当然有无数的灵感火花，再加上我给他填词的时候，还会和他不断讨论改动。可以说每一首歌都是我们精心打磨出来的。现在呢，他住着大别墅，开着跑车，每天只顾着跟各种男人玩乐。曾经的我也被他扔下了，他的心大概早就被物质和肉欲填满，哪里还有空间留给写歌呢？之前在一起的时候，为了表示爱我，柳如烟把我们所有歌的版权都给了我。 现在那些歌他都唱不了了，只能急着写出这些垃圾了吧？回去的路上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。电话那头的男人开口的刹那，我就听出了这是谁的声音。伊藤诚，我们谈谈。他以一种命令式的口吻道：“南大街十六号森宇咖啡，下午三点。”我没说话，直接挂了电话。过了一会儿，电话气急败坏的又连着打过来，我干脆拉黑了这个号码。到家的时候，我有些意外的看着门口的两个不速之客。伊藤诚看着我。 怒气冲冲道：“你居然挂我电话！”我冷冷道：“怎么？你脸大，电话挂不得？”他一滞，正想说话，却被一边的柳如烟拦住了。柳如烟看向我的眼神有些复杂，许久后开口：“季伯达，我们谈谈吧。你是为版权来的吧？”我想了想后，还是开了门。对，我现在需要这些歌的版权，几乎所有的活动主办方都要求我唱之前的歌，公司也需要收回版权。我坐在沙发上，淡淡道：“可以。你打算出多少钱？” 柳如烟还没说话，伊藤诚先站起身来，急道：“这些歌本来就是刘姐写的，你凭什么要她的钱？”我斜了他一眼，跟你说话了吗？要是管不好你的嘴，就滚出去，也没有谈的必要了。伊藤诚握紧拳头，黑着脸坐了下来。柳如烟叹气道：“我知道这些年你跟着我也受了不少委屈，这样，你开个价，我绝不还口。”我想了想，一亿两千万。什么？你疯了？伊藤诚瞪大眼睛：“你这是讹诈！”我冷笑一声。 我手里一共有二十七首歌的版权，平均每一首每年带给我的收益至少有二百万，一亿两千万打包卖给你都算是友情价了。这些歌明明都是刘杰写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跟着他已经享受了不少好处，现在还有脸得寸进尺？你信不信我们去告你？伊藤诚神情激动。我看向柳如烟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那些夕阳压着夜色的傍晚，他抱着吉他央求我给他作词，老公，再给我写一首词好不好吗？我放下手头给他写简历的工作。 无奈道：“把谱子拿给我看看。”柳如烟没什么耐性，总是很着急。我每每熬夜用冻得几乎不能伸展的手，一个字一个字在纸上连成歌词。半夜里，她睡眼惺忪地醒过来，把头埋进我怀里，闷闷道：“老公，辛苦你了。”我把手放在被窝里暖了暖，顺着她的头发：“你再睡一会儿吧，我马上就写完了。”那样多的夜晚，我不信她不记得。只是柳如烟却侧脸避开我的视线，低声道：“季伯达，你也知道我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。” 我们之间何必要闹得这么僵呢？伊藤诚说的对，这些歌本来也都是我写的。我蜷缩的手指慢慢掐进掌心，最后轻笑一声，那就没得谈了。好走不送。临走的时候，伊藤诚还不忘咬牙威胁我。他站在楼道里，阴恻恻道：“季伯达，你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那就别怪我们狠心了。”一开始我并不知道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直到三天后，网上突然铺天盖地的传开了我的个人信息，我才慌了神。热搜上。 柳如烟前男友的词条旁边挂着鲜红的爆字，点进去一看，才发现是他发了一篇小作文，内容很长，大意是向公众道歉，说版权都在他前男友手里不肯转让，以后他可能都唱不了之前那些歌了。下面的粉丝简直沸腾了，跳着脚的骂我：凭什么版权都在前男友手里啊？这些歌都是姐姐的，他不唱还有谁能唱？白白糟蹋了好东西，太暴殄天,天物了！什么狗屁前男友，出来受死！恶心吐了，姐姐好可怜。 摊上这种傻逼前男友，有没有人知道前男友叫什么？我要去做雪花。我大脑一片空白，又点开下面粉丝艾特的伊藤城账号，伊藤城也发了小作文，义愤填膺地斥责我这个前男友贪心不足蛇吞象。在他的描述里，我成了嫌贫爱富，在柳如烟穷的时候一脚踹了他的前男友，他红了后又回来求复合，在被拒绝后怒而不肯出让版权，只是为了捞金和报复。下面有几个水军直接把我的身份信息都扒出来了，姓名、年龄。 学校，甚至家庭住址，所有的粉丝都在用最恐怖的话辱骂我，甚至给我 P 遗照，还有人放话说来要找我。原来这就是他们所说的报复，他们是想要彻底摧毁我的人生。我看着镜子里脸色惨白的自己，拿起手机来给柳如烟打了个电话。铃声响了好久，那边才接通。我的声线不自觉的颤抖。柳如烟，这件事儿是你干的吗？我总还存有一丝侥幸。我们曾经那样爱过，即使终究走不到一起。 也不该以这样荒谬的结局收场。可是柳如烟只是沉默。过了很久，她轻声道：“季伯达，我也没办法。只要你把版权交出来，我可以把这件事压下去。”按断电话后许久，我坐在窗前待了许久。说真的，我想了很多可能，比如柳如烟的公司做的，比如伊藤城做的，我就是没想到是柳如烟做的。我还记得二零一三年那个冬天，我急性阑尾炎住院，差点肠子穿孔，闹得挺严重的。我是活活疼晕的，醒来后。 就已经在病房里了。寒冬腊月，柳如烟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睡衣，趴在我窗边，满眼红血丝。我艰难的伸手摸她的手，我没事儿，别怕。柳如烟眼泪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我从来没见过柳如烟在外人面前掉过眼泪，哪怕别人直接把他的简历摔在她脸上，让他滚的时候，她也只是在我跟前骂几句，骂完了还是笑嘻嘻的。可在我面前，她似乎把所有的脆弱都释放了。她死死攥住我的手，声音嘶哑：“季伯达，你要是没了……” 我也就不活了。我闭上眼，再睁开眼，那个深爱我的女人轰然被风吹散，再也消失不见了。针对我的网暴一浪高过一浪，在他们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。新找的公司委婉的跟我说让我回家歇歇，意思就是让我自己走人。走在路上，不管在哪里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，甚至有个柳如烟的疯狂粉丝把一杯奶茶都头泼到我脸上，歇斯底里的骂我贱人，把歌还给姐姐。四周人漠然的看着我。 我擦掉奶茶，狼狈回家。回到家，手机不停歇的响起。自从我的手机号被曝光后，每天无数的电话和短信挤爆了我的手机。很难想象无冤无仇的陌生人怎么会说出这样恶毒的言语。听说你很喜欢钱，不过我看你撑死就值十块，不能再多了。把版权还给柳如烟，不然杀你全家。要点碧莲吧，别人的东西也好意思抢，也不怕走路被雷劈死？去死啊！去死啊！去死啊！ 有那么多人让我去死，可我甚至不明白我做错了什么，甚至我爸妈都开始被人骚扰。那天我妈给我打了电话，却一直没说话。最后我听到她强忍着哽咽，小心翼翼问道：“伯达呀，你怎么样了？”那一刻，我有如万箭穿心。放下手机，我打开计算机，调出一段视频。自始至终，我都想为柳如烟留一条后路，只是她这样逼我，我们只能走到你死我活那一步了。第二天。 我注册了一个账号，发了一段视频。视频里，柳如烟跪在我面前，哭着求我原谅。我就是一时糊涂，老公，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我对他真没感觉的，就是他一直勾引我，我没忍住。你相信我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恼羞成怒道：“你以为我离了你就活不了了吗？现在有的是人争着抢着给我写词，你滚了就别再回来。”我又发了一条微博：我跟柳如烟从十九岁走到二十九岁，自认还算对得起他。至于版权的问题。 我就是三申，这些歌的作词人，当时版权归属也是我们商量的结果。现在他们想不花钱就强抢版权，我自然不会同意。这件事我一定会斗争到底。最后说一句，之所以要分手，是因为柳如烟的男助理而后有三颗痣。这段视频是我从家里离开后在监控记录里保存下来的，当时并不是为了留后路，只是想警醒自己再也不要回头，却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用上了。一开始这几条微博没人注意。 但仅仅几个小时后，这条微博都被转评了几十万条，冲上了热搜第一，到处都是关于我们的词条。柳如烟前男友竟是金牌作词人三申伊藤诚耳后三颗痣，渣女柳如烟滚出娱乐圈。一旦激起千层浪，吃瓜群众沸腾了。和柳如烟轻飘飘的小作文相比，我的视频就显得有力多了。她哭着求我原谅的表情太过精彩，被网友们截图直接做成了表情包。牛逼，自己劈腿还倒打一耙。 真是长见识了，不是？怎么会和别的男人睡了还写成歌呀？要不要脸了？太扯淡了！这种道德败坏的艺人应该立刻滚出娱乐圈，广电建议封杀。亏我还真心实意的喜欢过他，真的觉得他好有才华，感情都是吸着前男友写起来了。我呸！只有我关心前男友，竟然是三身嘛！我真的好喜欢他写的歌词，都好有感觉的。柳如烟的微博底下盖起骂他的高楼，除了极个别粉丝还在维护他，剩下的人都在骂他。 让他滚出娱乐圈，他不得不狼狈的删掉了那条微博。伊藤城更是被骂出花来了，他的脸被 P 到各种鸭的照片上，上面扣着铁笼子，配文“铁打的笼子也关不住你这只烧鸭”。所有的娱乐大 V 都在抨击他，甚至柳如烟的粉丝也来骂他，都是你把姐姐害成这样，去死啊贱婢！去死去死去死！去死去死诅咒你今晚被车撞死！一时间，他们家住在我身上的尽数反噬，反而我的后台多了很多道歉的人。不好意思啊，哥哥。 没吃明白瓜就来骂你，真的抱歉。三生，我好爱你写的歌词，以后也要继续努力哦。不要伤心，和渣女分手是你的福气。对不起，之前骂了你，请你原谅。一天之内，网友们统计柳如烟上线了五十八次。事情发酵的很快，她和伊藤城的亲密举动都被扒了出来，两个人好像过街老鼠一样，人人喊打。伊藤城被公司辞退，柳如烟所有的代言纷纷,纷与他解约，并索赔天价违约金。他正在跨界拍的电视剧紧急换人。 投资方也开始向他索赔，我不太懂这些，但听网友说，加起来怎么也得赔两三亿。他才红了一年多，倾家荡产也拿不出这么多钱。总之，他俩完了。柳如烟给我打了无数个电话，我不知道他是又想威胁我，或者说像以前一样哀求我。我也不在乎了，直接拉黑了这个号码。这件事情第二个高潮是伊藤城进监狱的那天，公司调查柳如烟合约账目出了问题，不查不知道。 一查才发现，伊藤城利用柳如烟助理的身份到处收回扣，一些小厂商找柳如烟打广告都签署的是阴阳合同，大笔大笔的钱进了伊藤城的口袋，涉及金额巨大，足有八百多万。伊藤城当庭宣判十三年有期徒刑。进去之前他又哭又闹，这些钱他早就买成各种奢侈品或者消费掉了，压根就拿不出来。他求着柳如烟给他还上，换取减轻刑期，可是柳如烟早就自身难保，哪里还顾得上他？开庭那天我也去看了。 越过人群，我跟伊藤城的目光对视，他红着眼想朝我冲过来。贱人，都是你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我坦然以对，我死不死不知道，不过你这辈子是完了。进去好好踩缝纫机，说不定我还能穿上你缝的衣服呢。宣判的时候，他整个人直接瘫软了，满脸鼻涕，眼泪一大把，拉都拉不起来。我曾经很恨他，但看着他狼狈的样子，那些恨却突然烟消云散了。他已经遭了报应，我不该再把情绪浪费在不相干的人身上。 立春那天晚上，柳如烟来找我了。她坐在我家门口，地上堆了一地的烟头。抬起头来看向我的时候，眼里满是红血丝。许久不见，她瘦了不少，衣服穿在身上被风一吹，空荡荡的都能看到支棱起来的肩膀头。那身她最引以为傲的身材早就消失了，脸颊都凹了下去。我们就这么在昏暗的楼道里对视，彼此都没说话。很久后，她先开了口，声音有些沙哑：“真像梦一样，我们竟然走到这一步了。”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柳如烟捏瘪易拉罐，低下头，整个人都埋在阴影里。片刻后，他呵呵一笑：“季伯达，你做的真绝，我是真没想到你能下手这么狠。”我没想到到了这时候，他居然还恶人先告状，顿时怒从心头起。从你背叛我的那一刻，我们就只能是陌生人或者敌人。柳如烟，是你逼我的。柳如烟苦笑一声：“是我自作自受。”但是季伯达，我真没让他们网暴你。 那条微博是伊藤诚偷偷用我的手机发的。等我发现的时候，公司已经施压了，我无能为力了。我冷冷道：“有什么区别吗？”柳如烟看着我，眼眶泛红。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是真的没喜欢过伊藤诚。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男人。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红了之后就越来越不愿意回家。我不想离开你，可是，一看到你，我似乎就能想起我像耗子一样躲在地下室的那段日子。我开始逃避回家，逃避你，用别的男人来麻痹自己。我没想跟你走到这一步的。 我知道柳如烟的意思，很多发达后了的女人抛弃原配，无非是觉得看到原配就会想起自己窝囊的那段时光，而新鲜的男人只会崇拜他们的光鲜，让他们无限满足。与其说是跟原配割裂，倒不如说这些人是想扔掉曾经卑微的自己。但是那又怎么样呢？我打断柳如烟，别再说这些屁话了。我对你的心路历程不感兴趣，你不如去杀人，然后跟警察剖析一下你的自我变白，看看警察会不会不抓你。柳如烟错愕的看着我。 似乎难以置信我，我竟然会这么跟他说话。是了，我从来对他都是百依百顺的，哪怕在被城管骂着赶出天桥最丢脸的时候，也只会抱着他安慰，永远不会嫌弃他。季伯达，你变了好多。他怔怔道：“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”我笑了：“对你好是因为爱你，不爱你了，你屁都不是。”说着，我就要进屋，关门前一秒，身后传来柳如烟颤抖的声线，被风一吹，隐约有些听不清。以前我拼命往上爬。 就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，想让你不后悔跟着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。可是怎么一切都变了呢？季伯达，他哽咽道：“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呀？”我突然想起有一年除夕，柳如烟因为我随口一句想吃西瓜，跑遍了那一片，终于捧着两片西瓜回来了。深冬的风凛冽，他满头满身都是雪，却笑得眼睛眯起。我没带够钱，求了好久，老板才愿意切开卖给我。你赶紧吃。他把西瓜塞到我怀里，我骂他：“这么贵的东西，你买它干嘛？” 我就随口一说，他却傻笑道：“如果赴汤蹈火能让你开心，那我也心甘情愿。更何况只是一片西瓜。”往事如烟，风一吹就散了。我仰头擦掉眼角的泪，关上了门。一年后，我跟兄弟一起逛街，走到天桥下，听到了熟悉的吉他声。我一愣，情不自禁的转头看去。阴暗的角落里，一个戴着口罩和墨镜的瘦削女人正在弹吉他。她大概是也看到了我，手下的琴弦过于用力，竟然拨断了一根。 指尖渗出鲜血，地上摆着一个盒子，里面扔着几张零钞，还有一些硬币。察觉到我的视线，他瑟缩着低头避开。谁啊？兄弟有些好奇，大白天还裹得那么严实，不会是通缉犯吧？我拉着他平静道：“管他呢，走吧，一会儿人多了吃饭，咱排不上队了。”那赶紧走吧。吉他的余音被海风呼啸着撕碎，我感受到柳如烟的目光，没有回头。他在阴影里，我在阳光下，终究渐行渐远。 这一首离歌，曲子和人都是错的，所以也就只能走到这里了吧。